下面要上场的是陶喆组的最后一位选手，陶导师，请大声喊出他的名字。王一丁。有请王一丁登场。王一丁，你告诉我，小的时候你想嫁给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必须说陶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听到收音机里面在放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整个人就，从现实被抽离了。丁丁，我们一起加油，加油，加油！下面这首歌是中文歌和英文歌的混编。那中文歌被很多的非常知名的音乐人演唱过，英文歌的部分呢是由蕾哈娜带给我们的。陶喆老师，请告诉我们这首歌曲是什么？这首歌要送给所有的女性，让你们勇敢地去爱。Take a bow， 梦醒时分。I'm gonna run out of applause. Yeah, standing ovation. Ooh,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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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ou look so damn right now. Standing outside my house.Trying to apologize, you so ugly when you cry. Please, just cut it out. And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I'm sorry, baby, when I know you're only sorry you got caught. But you put on quite a show. It really had me going.Curtains finally closing. That was quite a show. Very entertaining. But it's over now. But it's over now. Go on and take a bow. Oh, oh. Grab your clothes and get gone. You better hurry up.Girl, I love you, you're the one. This just looks like a rerun. Please, what else is on?And don't tell me I'm sorry, cause you're not. I'm sorry. Baby, when I know you're only sorry, you got caught. But you put up quite a show. Really had me going.心中满是怪恨，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动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其实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就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也许事情你现在不必问，也许人你永远不必等。不必问，不必等。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
敢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再给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才没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你们在演唱的时候，韩红总导演的目光一直聚焦我们的监视器，看得非常投入和认真，您的感受是什么？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陶老师到底追上没有？对不对？在一起，在一起。你看，就他，我跟你说，哎，发现了没有 ，David， 这里边你看那边那傻小子，就他跟着起哄。南哥吗？那个没有成人之美，这有什么不好？你别乱点鸳鸯谱，这两天就满天飞的没有各种新闻。没有一听来比赛的第一天就说了，一生的最大的一个志愿就是嫁给你。别废话了，我一生最大心愿还嫁给你呢。哎呀妈呀！陶喆，你傻呀！你现在就应该说在一起啊！不是我怕我说在一起，南哥走了。不在一起。今天的报纸有头条了。我的意思是说，一丁，你今天和陶老师的音乐，我发誓我的感觉，哇，妥帖融合极了。你和九九和他都非常和谐，要不你们三个一起算了。但是只能选择一个，韩导，如果只能投一票，您投谁？我想一想，我待会儿告诉你，悄悄的，行吗 ？David， 你懂我的。接下来将是陶喆导师选择的时间，你也将面临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这个选择将意味着谁会成为您的二分之一？让我们再次请上九九。一丁和九九。谁将陪伴陶喆导师晋级下一轮？谁将离开我们的舞台？我们先请三位导师给出建议选择。黄导师，您先来吧。单从声音上来讲的话，我不要看他们俩，我只是听的话，我可能会更选这个丁丁。肖导师，您的一票会投给谁？我。这一组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我没办法。你可以拿手指一下，往台上指。哎，这个很难啊，这个很难啊，因为他们两位，这两位，哎呀呀，两位，这两位，九九跟一丁，都很棒，然后都拥有很高的能力。所以我这一次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希望大家给我一次机会。感觉肖导师真的很疼。孙楠导师。那片太小片了，挡不住。今晚最后一次选择了。我说你俩怎么办？最后的一次您给出一个建议。没有，我其实我跟小肖我的感觉都一样，太难了。确实难，其实更难的是戴维老师。
韩导刚才承诺了，说您今晚会给出唯一的一个建议。真的，我发誓，我不知道怎么选，因为九九很有音乐感觉，他是个有音乐感觉的人，他的流行范儿特别对。谢谢。然后，王一丁是一个很专业的歌手，他有唱功，就是这样。我崩溃了，真的。还是让陶导师做出最后的选择，您这一票非常的关键。对。选择气声器。九九从唱腔到他的唱法非常的宽广，他的高音很具备欧美流行音乐的这种高亢和表现力。王一丁他的演唱技巧太完美了，就是像声乐教科书一般的一个演唱的技巧。之前是一个没有自信的女生，但是今天在现场呢，她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女王。恭喜一丁成功晋级。陶导师做出这个选择有什么样的原因和考虑呢？这两位在我的团队里面都是唱将。我跟九九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九九一直让我觉得他很清楚他要什么。他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嗓音之外，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心灵。可是我觉得丁丁他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乐器，他的嗓子。可是在某一个程度，我觉得丁丁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我觉得丁丁其实蛮孤单的。对，虽然他有一个很棒的嗓音，他很会唱歌，可是大家都知道，有个棒的好的嗓音，但你没有灵魂，你是没办法去感动人家的。所以我会希望丁丁你留下来，拿不拿冠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用你的声音去感动全世界，记得这一点。其实我真的想跟九九说很多话，因为在我们这个组里面，我最恐惧的对手就是九九。这次其实跟九九分到一组了，我特别大压力，特别纠结，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九九真的唱得很棒，而且很压得住台。所以我给自己也施加了很大的一些压力。我们也要再一次恭喜一丁，你将与陶喆导师携手走下去，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新一轮的冲击，让我们掌声祝福一丁。这个地方变得特别的温暖，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我们学员的家人在这里。九九，你在这个区域里看到了谁？有我妈妈从加拿大飞过来的，所以 Hi Mom， 妈妈一起上来吧。 OK， 九九你是最棒的，是妈妈心里边一个冠军。这个最美和声的舞台，让我女儿九九破茧成蝶。愿这只蝴蝶飞得更高更远，更加美丽绽放。特别要感谢陶喆老师，你真的是最棒的，作词作曲制作演唱于一身，
而且你的演唱生涯这么长，青春永葆，就是我愿意我女儿跟着你永远永远的那种学习。你太棒了、yeah. 你是我心中最最最棒的制作人。老师，我以后一定要和你合作，可以吗？这个是一定要的。谢谢。必须的。知道他一言为定的。拉钩。谢谢你，九九，我们记住了你。才华横溢的九九不但演唱功力非凡，而且还协助陶喆担负编曲工作。今日在这个最美的舞台上破茧成蝶，完美绽放，相信你已经找到了未来方向，期待你未来和陶喆的精彩合作。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萧敬腾导师。